说中就炸。第一题，请问世界上有几种宝？板烧鸡腿堡，我知道。给我来一个香辣鸡腿包。这位大姐，我们这是麦当当，可你要买的是肯基基的汉堡包啊。老八秘制小汉堡，太搁那老八呢。我的评价是不如。什么意思啊，小黑子？小伙伴们，我们先这样，再那样，就会出现带花的点赞。让我们给全世界最好的坤坤点赞吧。下一题，请问世界上有几种纸？卫生纸、牛皮纸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吱吱波，美术老师说你交的画画作业是一张白纸啊！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画的是牛儿吃青草，只不过牛把草吃完了，自己也走了，所以只剩下一张白纸了。这死猪，不愧是顶级理解啊！不许说我男神。豆豆，你有家暴。最后一题，请问世界上有哪些钟？壁钟、挂钟。哦，懂了。八本，你这个狗。